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素颜霜功效。素颜霜有多重功效，一，有面霜的滋养，多重水润营养，补水保湿；二，有妆前乳的修正肤色，均匀肤色，自然服帖；三，有 BB 霜的亮肤，遮盖瑕疵，细致毛孔，妆效轻薄的效果；四，有防晒的效果，内含二氧化钛物理防晒剂，反射紫外线。素颜霜使用起来非常的快捷方便，非常适用于懒于化妆或者是没有时间化妆的女生。